近日，西藏阿里地区遭遇强冷空气侵袭，大雪导致新藏公路部分路段积雪深度达一米，沿线180多台车、350多名群众被困。武警官兵立即启动救援，清理积雪，为被困人员送去大衣、食品、药物等。由于风雪强劲，救援速度缓慢。